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爽。今天我弟弟就是从昆明放学回来了啊。然后我这个做姐姐的和这个姐夫哥的这个菜市场来买点菜，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，在家里面聚一下。就是4个月都没有看到他了。现在我们出门的话，还是要把口罩都戴好啊。今天的第一次来这个菜市场，这个菜市场真的超级大。买了一条麻莲，我们买完菜，然后现在到这个高铁站来接我弟弟了。他刚刚下高铁，我弟弟在那里，4个月没见，好像瘦了点呢。口罩戴好了啊。徐继浩，你穿的不多呀，冷吧？你觉得回来冷吧？你可别弄啥子啊？啊？半号吗？不呢？半个号吗？五的。号。我就还。那这还没开始，我要等我们回去再搞饭呢。我们在刚刚买好菜。好，你回去就行了。没得弄啊。你看看彤彤，变化大吧？小彤彤，你舅舅回来了，彤彤。舅舅回来了。舅舅吧。好，舅舅抱一下来。啊，舅舅抱，舅舅抱，舅舅抱。还没抱过，啊，舅舅没抱过。哎呀，舅舅抱，哎呀呀呀！现在好抱了，啊，抱到腰，啊，托着屁股，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抱，这样抱。哎呀呀，你舅舅，哇塞，舅舅抱了，这是你抱。哎呦，姐姐在滑冰呢，刚刚长大吗？哇，你不健康吧？哎呀，我的姑娘，姐姐抱。姐姐，哎呀，跟他跑了，几个月没看到嘞啊，哎呀，姐姐，你洗好了，裙上慢点慢，彤彤跟着姐姐走，哎呀，好高兴啊，好高兴啊，还带了什么给彤彤吃的呀？半箱子的吃的，哥哥姐姐，哎呀，我想吃这个。这个可以预定吗？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。然后是鲜花饼啊，这个鲜花饼看着也很好吃啊。啊，这是给彤彤游泳的吗？给姐姐还把那个礼物给彤彤了。彤彤，这是给你的。啊，这个是给你的呀。好了，看到你那个游泳，就专门买了一个这个。这是他的茉莉酒。彤彤高兴吗？这个礼物。专门给你买的礼物。哎呦，姐姐还是不错不错啊。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哥就开始忙活做饭了啊、哦，他要把这个羊排给做出来。彤彤，谁抱着你在呀？彤彤，看，盯着看。我爸爸回来了。今天两个大厨同时下厨，这个来一勺豆瓣酱啊、哦，这个羊肉还是比较味道比较大的，就重口味一点。这个来一罐啤酒。今天这羊排看着就好吃啊、哦，现在要放在高压锅里面压一会儿。来，辛苦了，给你吃个草呗。很好啊。现在把这个胡萝卜给倒进去。今天晚上还做了小龙虾，现在还来炒一个牛肉。这个牛肉是腌制过的，用油浸泡着的。香菜炒牛肉。OK， 现在菜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去吧。这个羊排已经可以出锅了。你给开一个开关。你给我做，哎，做啥子？哎，做啥子？等一下，再把它做完。哎，我先干的。拿着我们工作一个。来。来，回家。好子，舅舅。
我问你谁学会照？你会啊？你给我来。